猫又开动的超能炮弹了，哎，林鸟洞开动的超能炮弹了。新名师，我靠，我要玩镜，花玩镜的呀。哎，碧水若风的干杯！哎，革命的这个愚人卡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兄弟们，背包里的超级回蓝别忘了，那个超能炮那个背包里给你300个超级回蓝，给很多的，知道吧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你有愚人大吗？碾碎他！他那个超级回蓝给很多，别浪费，因为你不送就消失了，那玩意免费的。你们可以看你们的背包。多少快死了！哎，暴击也躲三个月吗？可以。别逮了我射呀！疯了，你疯了！感谢白桶的鱼，你疯了，你俩疯了！哦，哎，难过。感谢大家的鱼，感谢大家。对吧，直接升七级了吧，我说了嘛，你们中的超粉 plus 的一定要检查一下背包里的超级回蓝，这是免费的，很多很多超级回蓝了。我准备好了，他这个就是升级很快。接中了，看一下结束了吗？我操，向来闹麻了呀，这给你偷到了呀，你这真的中啊，一下子给我直接抽，你不要老退回抽呀，闹麻了。你把 QQ 号私信给我，他这个是十天内的，十天左右到账，因为他这个国庆节，他们工作人员还没有回家啊，因为他、还没有回到公司，好像是得回国过完国庆，他们才能这个发奖，十天啊，十天，差不多十天左右会到账的，你要耐心等待一下。我靠，水友直接帮我了吗？打！哎，我要开狙了，兄弟们，我这个剑的大招可不能浪费。我打不死，没伤害呀、还行，一个助攻。哎呦，两个助攻，杀掉还行，可以啊，你上来。再去带一波。我打完就去旁边狙，有点爽的呀。空了一发，那我先开打，不急。打魔点我就随便出了，我第一件做风暴了呀，随便出装备了。怎么暴力怎么来，因为我感觉这个模式刷精力好快。我上马12分钟就升装了吧，巨快无比，真的。来，我开狙了，我就喜欢狙下路。我操！我这个狙有没有说法？爽歪歪呀！没有说法，我这个狙是 AP 伤害，AP 伤害肯定更高一点啊。他每换一次可以加300金币的。
有点远。谁的大呀？哎，我们的大。我的具又好了，但这波先不急。我打对线吧，我不一定老是要去下路呀，有道理。你想到了吗？想到了吗，哥们？双管齐下，嘣！我操，这波太帅了，真的！我靠，这波一定要做锦锦。我操，真无敌！坏了坏了，我一毒，我靠，我一个人大招，但他听着他的直接把他秒了，无敌无敌，走了。我靠，我真秀，我真的秀，各位。我都不想换了，我想一直用这个了。但不换的话，少300块钱啊！没有换了。告诉下路，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。你说，能呀，丁丁，丁丁，你上号呀。我这把有个路人带着路人打了一把。就没空过。换大招了，我先毙了，我也想换一个大招了。能秒他吗？也太稳了吧，兄弟啊，没必要呀。太稳了，你死了。没事，有我在，我的狙击枪，怕不怕？能空吗？打不死。完了，完了。先扒，很必要。拖拉吗？哎，拓海来了。还有1500呢，刚抽了500，李香兰中了，我靠！李香兰真是直播间欧皇呀！这把打完再抽一个，女警，信，是你，女警也行，我 K 头了。我这不知道女警这个有没有 AP 加成啊？应该有的。别死，哎呦，你别死，我要狙你，弱不禁风的样子。
上不了车了，上不了车了。完了完了，哎呦完了！我操！这得辅助输了这把，我也不做沙漏了。我们有个威龙是在带线呀，别怕，我能让你走吗？啊，我能让你走吗？还闪现一时，我操，750块起飞，我的影焰配合上女警大刀好像才是最狠的，真的。这关灯好久呀，都看不见人了。人去哪了？想看戏法吗？不行不行，闪不掉了。鲤鱼，救你一下。挡了，好、别！边缘的位置给我大到了吗，练娜？我服了。双界灵兔，我还喜欢这个铁男怎么样？双界灵兔吧，蓝肯定会缺啊，但你有这个系带能补一点还好。我要去偷了，打团战不好赢，偷两个塔再说。偷子绝啊！
脱了呀，我感觉。<咳>哎呦，还有人大。 这个模式的伤害是不是被调过呀？感觉不够高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还是骂的大了，你打得过我吗？ 我已经领略到怎么赢了，拖加成的赢。上把我也是一直在带，哎，他们这魔抗是打不动。第一个吗？没有呀，坏了坏了。哼，能抓到我吗？ 这把看我能不能偷赢，兄弟们，偷赢才是王道。八百七法强，因为我感觉现在有点焦灼，不好赢了。偷赢才是王道。 蛮王，你偷得过我呀？蛮王，来来来，偷不过我的。 偷不过我的，各位，结束了。谁能偷得过我呀，兄弟们？来，谁能偷得过我呀，兄弟们？